拒绝一个人。算了，我干了可。行，我说我现在突然要出去买个东西，要不然等等熬不住。水帘洞三仙道场跟火焰山。那个龙峰，哎，怎么了？你们团满了没有？没有，我这边我刚清了三个位置出来。我知道，我这边给你拉三个四十级的兄弟过来，好不好？嗯，好的，没问题。行，等一下。悟空，你那边还有新铁吗？没有了，你要组织人去打世界 boss 的。不是，组织人打世界 boss， 然后用那个灵种地宫票进去之后去打，每个人把任务接完。这个物件下来了，还有我把这个秋月也拉下来。嗯，好的。物件、秋月，还有一个奔放。这三个都是四十家的兄弟，然后现在还在那个什么外面那个。嗯，好，你们进会的在那个新手频道扣我们的 YY 号。新手频道扣7509，我收你们。说一下，你们就是现在是斗战团的，然后那个冷风是团长，就是大家在新手频道会打那个 YY7509，然后他收一下你们，然后你们把你们的后缀改成那个斗战，好吧？斗战听听。先在新手频道扣字，我先收了。不对吧？新手频道是不是扣不了字啊？扣不了了吗？已经四十级以上不能扣啊！我可以扣啊。那你在世界里干嘛呢？我在世界扣个字啊！你们加我好友。我扣一了，看到没有？加我好友。他叫冷风啊，你加他好友。我靠，好不可以的！你就加那个冷风就行。他们三个加我了，我看到了。OK 了 ，OK 了，我下票吧。把你们的后缀改成斗战天庭，好吧？咦，还有个叫什么来着的？除了物件跟那个秋月，哪个会你们打公屏上吧，我实在听不清，因为我妈耳机太烂了。还有个叫奔放。啊，我家里还有的。嗯，好了，都说了。行了，谢了。来，把外后缀改一下。嗯，没事。我先上跳了。嗯，好的。大家没事多在那个联盟频道那个发言啊，
你要组队干嘛刷腰力什么都在联盟频道打都打打字说一下。大家还没有做工会任务的去把工会任务做一下，考商任务。什么？跟你长得好像？对，这个翅膀是买的。欢迎水溪。段子手可以上场。对，我买的这翅膀是528，528的翅膀，啊不，528的翅膀。没事做冒险任务啊，又没个屌丝，不做冒险任务干嘛？来，频道广播一下，火焰山现在招收啊，现在招收。40级以上的玩家有意向的，好吧，下跳火焰山，好吧，火焰山招收40级以上的玩家啊，有意向的朋友下跳火焰山。哪开箱子？开箱子开不出来，这个最贵的现在是28000。前天开出来了吗？这么屌？啊，反正我是开不出来，脸不行。国产游戏不都这样？习惯就好。他妈这游戏为什么挂不上？可以了，你这么屌，怎么砍猴子尾巴？你就锁定它的尾巴，然后一直去用那个普通工具或者眼泪转去转就可以了，兄弟，把它转死了。神格怎么搭配？耗子，
优酷上那个视频，我建议你真的应该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，兄弟？你不要老这边一直这样问这种问题。